主播讲客家，今天我来讲客家人识茶。客家人识茶不普遍，家家有茶器，年年都要泡茶。十月廿二号今日温快，一家人泡壶茶聊下天，好像系一年一天我做嘅事情。去一套一壶茶系麻茶，有几好食咧？好像大部分人都唔会过意茶意，但系茶系一天会食咧。唔识，一年好想去看事情点做嘅。同老人家聊茶，几位同讲，我都识茶，因为客家天气大部分系山区，环境比较潮湿，水质比较寒凉。识茶可以吸收汤皮，清热解暑，提神醒脑。经常识茶也可以同一样长命百岁。同中年人聊茶，几位同讲，多识茶少识就去见下高级场合嘅新时尚茶叶品种，制作工艺、茶叶选材、冲泡嘅手法。处处都体现出了拼命同修养，工作为一做一好，心里也为一做一大。唔同年轻人聊茶，结婚一前咧，有唔到富春的名逢大咖嘅人，势必千心冷泡茶，或者过着茶。而管有个厂里店的，人会带一些富爱味路煮茶，吃开随意。按照朋友会一来一多，生活就会多姿多彩。依然为缺乏的客家人的茶。莫管佢系流嫩派色，杂杂人都中意。佢穿越爽咧，必是片。得闲来食茶。